有爱你，但不爱你口水。对，接吻这件事有点排斥吗？我不排斥，就是我不喜欢口水沾满的感觉。谁的口水沾满？就有时候就是你的水比较多的时候。整理吗？非常难整理，因为我到哪里都被勾到，衣架啊、树枝啊，对啊，或者是谁的纽扣这样经过我，一直纽扣，一直尝试的被拔头发的感觉。对，就是、因为我头发还蛮多的，所以一开始觉得不太伤心，可是越掉越多就越来越伤心。所以我觉得愿意留长发的男生很特别，因为女生是。我是吴班老师，就是因为。我们女生都懒得洗头，然后还要吹头这个步骤，就是恨不得就是可以跟男生一样短短的这样。我最近好像比较对那个长头发的男生会多看几眼。现在就是及腰这样。如果在公开场合遇到乱糖阿翔老师跟卢白老师，你突然间就会悸动，我会觉得很有魅力。我觉得这样特别是因为我觉得我刚刚讲的，我觉得女生都懒得整理头发了，那为什么男生会愿意留头发，然后很细心，就反而发质还弄得比女生还好这样，所以那个会让我先想这件事情，然后再去看他的脸。你是想要跟他一起有那种甩头发的互动感？吵架的时候可以互扯这样。有一首歌叫《也知道我的梦》，好好啊，这是你的清晨记录。我的记录是写我爱你，但不爱你口水。对。我不排斥，就是我不喜欢就是口水沾满的感觉。谁的口水沾满？就有时候就是你的水比较多的时候，就会周围啊。你说舌吻之类的？没有，有时候亲就会有水啊。那你多久没有跟异性接吻？我想一下，大概，我现在几月？现在是12月，大概有一年。为了写歌，只有下载交友软件。哦，对啊。现在有删掉吗？还没删掉。没有约你出来。对啊。我有见过面啊。上次八卦有讲过啊，包括你啊。那我收到比如说比较奇怪的部位的照片。没有哎，没有。是蛮单纯的。所以你有收到奇怪的照片过？